家姐啊，咩你喺度拣紧咩啊？买零食咯。但我哋今日嚟唔系买零食嘅，我哋嚟买清洁用品嘅噃。啊，系喎系喎，你帮我屋企清洁。系啊。咁我要买啲咩啊？我哋要买梳打粉啦、醋啦、柠檬呢啲嘢咯。吓，咁就够噶啦！我要悭钱，我要用最平嘅清洁胶。我已经系最平噶啦，你信我啦，去片。梳打粉叶地板蜡，想去除地板蜡隙间嘅顽固污渍，其实好简单。混合少量嘅漂白水加梳打粉，搅拌成糊状，将混合物涂喺污渍上面，静置几分钟，用牙刷再擦走混合物，成功。去霉渍靠梳打粉。好多时啊，我哋租楼或者买二手楼嘅时候，道门仲好新净，又唔舍得换，但偏偏啊，就有呢啲黄渍、发毛渍咁样，唉，点样搞呢？其实啊，头先我嚟敷地板罅隙嘅呢兜嘢，都仲有作用噶。将混合物涂喺污渍上面，静置几分钟，再用牙刷擦走混合物，成功。Woo! 白醋通渠法。讲起通渠啊，可能好多人第一时间会谂起通渠水啦，但系未必每条渠都承受到通渠水咁乸嘅呢种化学物质噶噃。若果真系淤塞，就梗系揾专人处理会比较好啦。但若果你只系新搬入嚟、新入伙，或者想定期清洁下，用佢哋两个啊就已经搞掂噶啦。系啊，又系梳打粉啊。首先将大量梳打粉倒入渠口，再将白醋沿住梳打粉咁倒入去，两者产生嘅化学作用系有助清除渠中污渍噶。神奇柠檬去水渍，咩啊？有好多水渍啊，点搞啊？污糟喎佢。唉，佢咧成日话我废嘅，而家咪又靠我啊。不过讲开又讲，如果你屋企嘅水龙头有水渍嘅话咧，其实用翻梳打粉都可以搞掂，仲加多样嘢就系佢咯，柠檬。先将柠檬切半，沾上满满嘅梳打粉，再直接擦拭水龙头。成功！白醋抹玻璃，白醋以1:1溝水，噴喺玻璃污渍上面。记得记得记得，必须以报纸打圈擦拭，干净晒。你以为抹晒所有冷气啊、窗啊、灯啊、渠啊嗰啲搞掂晒 ？No no no， 仲有一样嘢你未做，就系灭虫同埋揸虱啊！而家我哋揸埋佢啦，继续撤退啦。走走走啦，唔影啦，拜拜。